这里总共有三个故事。那这三个故事呢，有人说这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呢，在这边离奇的爆叉离开。那也有人说，在这边有一个女生呢，在这边，在自己的家里的浴室摔倒而离开。那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在这边烧一堆一堆黑黑的烤肉那个东西而离开。那到底确切的故事是什么？而且这边的这间宅地的故事众说纷纭了，这是网友提供的。这是网友提供的。那准确的故事小七并不知道，但是他希望小七来这边一探究竟。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因为他家在这附近嘛，他每次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面有个女生站在里面跟他。Hello， 你好吗？你的内裤无洗，山顶啊，只安下子跋四足跋脚跋跋到痛苦。这个故事非常的毛骨悚然。葛姐她附近呢，其实蛮阴森的那今天小鸡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那葛姐废弃的房子，就算没有发生过事情，才一定有好兄弟在里面居住，因为没有阳气，没有人摆地基住。今天晚上，小姐尽量带哥姐前进这个废弃的三合院，会遇到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前进。拍谁？我来队伍了，好不好？你这样窗户打那么开，蚊子、苍蝇全部飞进去，到时候你晚上很好睡。我跟你讲，真的啦，这边一堆蚊子啊！他宁愿这样把窗户打开，蚊子、苍蝇都飞进去，他以为他这样子很好睡噻？不要开玩笑嘛，像话吗？欸对啊，可是为什么有苍蝇？这个尼克哥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有苍蝇，而且那个苍蝇又这么大颗，这种这么大颗的苍蝇都是食，专门在吃尸体的。这尼克哥非常懂，他非常识相，他会帮小吉带入这个恐怖的气氛。啊！刷他笑脸的哥姐今天干在了，你别跟你哥哥把这气氛已经抬高了，你们还在那边刷笑脸，你竟然塞了。到底为什么有苍蝇啊？难不成那时候警察来的时候没有完全把那个收掉吗？拍谁哟？连这个草都跟他相依为命啊！你看，你看，相依为命，叫你相依为命是不是？叫你相依为命，在我面前放闪，在我面前放，在我面前放闪是不是？啊，一对情侣早生贵子，敢在我面前放闪，相依为命。不好意思哦，佩水情绪有点激动，五郎吗？五郎伯，你看，葛杰真独家，他的蜘蛛网啊，他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哇靠，这个是这样，李本郎啊，对不对？少林呆啊，我以为这个套纹剥下来它会打开。好像这雨伞是怎样？看我没有是不是？正常这个套子脱下来，它就要打开了，对不对？难不成他现在老了吗？打不开，是不是？跟刷天啊，要赶快没电，我去搞。没电了啊！他这个是怨念的老宅啊。那而且我跟你们讲，之前有个女生呢，你知道他们在这干嘛吗？我讲真的，有个女生，这应该是他的房间，我感觉到他存在。有个女生呢，她在这边听喜欢听 CD 啦，对啊，听 CD 啦。我操，哥姐，她是谁啊？燕姿，她喜欢听燕姿哎，对对，这个已经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呢。现在哪有用 CD？ 难不成哥姐你们出门超龄带会带着一个 CD player 吗？
不要开玩笑啊，听燕姿啊，燕姿燕姿，美得笑滋滋。我操，他有拐杖欸，上回他是美，这美女可能白卡哦。对对，男生会听燕姿的歌吗？会吗？对对，我会啊，你会吗？你会不会关我什么事？不是，我说开玩笑，因为我问的嘛，对不对？不要紧张，不要生气。拍谁啊？有人吧？而且可惜，我跟你们讲，他这里以前住的应该是一对新婚的夫妻。真的，以我多年的观察，真的，因为他是双人床嘛，他应该是一对新婚的夫妻。但这个故事可能是发生说他们吵架之类的吧，对不对？他们真的是应该是以前是新婚的夫妻啦。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这边有贴，好不好？哎呦，我操林呆嘞！我想那边怎么有个帅哥在动啊？原来是我本人啊，刷菜。哎，真的呢，东西都被搬光了。他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啊，因为网友说是有啦，网友说是有啦。哇，这帽子这么小是放哪个头的？对不对？这么可爱。这帽子那么小是放哪个头的？我看一下是我的吗？啊，刚刚好了，哥姐，没事，我是说那个，别想歪 ，make it new。我是听到声音嘞，而且哥姐，我跟你们讲哦，他这边的门锁做的很高科技。真的，你没想到他在这个三合院里面有做这种指纹辨识的这个防盗门啊，基本上超灵丹，你看，他以为他这个防盗门想挡住你的去路啊，对不对？他以为他多高级？还谁哦？有人吗？哎呦！哎，有人吗？有人在吗？操你大，有人吗？哎呦，我操你大呀！你们仔细听，我一直听到叮的声音，没人呢，我一进到底，我瞬间冲出，难不成他夺门夺窗而入？哎，五郎伯，有人住在这吗？欸，大哥，有人住在这噻？靠北，我听到有人讲话。靠，这边有主人。妈的，我住在这我会疯掉，那么没冷气还那么热，你看，对不对？他这把这边当北极在睡是不是？真的啦，没冷气会疯掉啊！你看。隔间那边有铃声啊，靠腰，他这边应该是跟小孩子睡觉的地方。那这个父母非常的贴心，不好意思，借我踩一下，反正你也没在睡了。你看这父母非常的贴心，他在小孩子睡觉前都喂他吃羊奶片，对不对？这是什么洛兰仙丝欸，隔间插兜兜的腰欸，搞笑啊！你看两夫妻的是无聊的时候还玩这个，你看多幼稚啊，超灵的啊，不是小孩子玩的，making new。哎呦，搞笑啊！看我年纪乖乖的，超爱他。靠北，我年纪乖乖的。
但我你就乖乖的。还谁哦？今天我要找。这是他们的客厅啊，高腰啊。这厨房啊，他这边很久没人来了，不知道多久废弃了。你看，那个钉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啊，那那么远，怎么是我？而且你当我脚是鲁夫在，对不对？那很远的，你说我下面像鲁夫，那正常没关系，那正常，你们这样会这样觉得，那合情合理。你说我脚像鲁夫，对不对？是多久之前飞起的？2018年呢？18年呢？哇操，这等很多奖牌，好像厉害呢哦。这个是干嘛的？台糖公益路跑哦，他很会跑啦。可是他很会跑嘞，真的啊，他公益路跑得冠军呢、啊，他只能会跑啊，跑到人都不见，你看，你有看到人吗？可是你有看到他全家人吗？你看他们家住三个人啊，一人一个奖牌啦，对不对？你看跑到，你看真的会跑，跑到全家都跑路，你看，照跟他不会跑到我一溜烟到现在都没看到他们出现，你看一下，不简单嘞。那这边是他们的仓库了，你看跑到，你看，咻一溜肩，有没有看到整个？有没有看到？要看过卡通，咻一下，你看全部家具直接翻云覆雨，真的是很会跑啦，不简单，你会奖牌啊，跑到家里都搬起啊，拍谁哦？领导搬起啊，你都不知影，你走干那杯，你妈三八的，对不？安尼更有力吧。里面发出来的，来第五郎吗？那个铃声里面发出来的啦，五郎吧。哎，不好意思，我拍影片而已。请问你路跑回来的是啊？因为你一直叮叮叮哎、欸，我操，铃呆啦！我靠嘞，你还叮啊？左边有蜡烛，哪边？超灵呆呀！别再听他。有人住里面吗？阿伯，敢是你？还是阿叔？还是刷电阿姐？没想到我是讲，哎呦，我靠腰嘞！这不是蜡烛啦，超灵呆，这个是玩具车的那个天云梯车，消防车的云梯车，蜡烛，哥就给你们气死，现在正紧张，你跟我说云梯车是蜡烛车，等一下会不会点起来？超灵，这个是云梯车，好不好？我气死干无业啊你！还谁哦？有人说你们家云梯车是蜡烛，不是我讲的。我家开还蛮像的。后背，五郎吗？哦，这是他们那个厨房啊，他们厨房在这边啊。哎，来点，我操！哎，大哥，你在里面是不是？我拍影片而已，有打扰你地方，跟我说。哎呀！靠腰了！我操！哎呦，不要跑！靠腰嘞！里面有人啊，哎、欸。
五郎吗？哎呦，干他的！你在打篮球哦，一直给你叫。哎，我打扰你，跟我说，我就离开好不好？你看他这边都蜘蛛网啊，没人啊。我操！有人吗？别人呢？哎，来电有人吗？打扰一下。哎，没有，厕所没人呢。太扯了，又没人了，我操！怎么可能没人？他妈搞里面骗！哎，真的没人呢、欸。那声音很近呢，葛姐，线上的葛姐，你们有那个体质的，你有感觉到这边有？因为我没有，我是麻瓜，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闻到一股味道，发霉的味道在这里面。但是你可能说它是浴室，它发霉其实也合理，但是那个味道很不舒服。你看得到的，葛姐，打刷爱心，不是看得到，你感觉到这边有的话，你刷爱心。我跟你们讲，刚刚这个门自己打开，刚刚这个门，哎呦，然后这个，这个该是这个声音啊，不是这个声音、啊，操你大爷！我操！我操你大爷！我靠！我叫他关我门呐、啊！哎、欸，我拍影片而已，你不要那么生气啦！啊！拍谁啊？你杯子还给你啊！我不小心带出来了，我爽宅呀！狗，你突然关我门，我当然被吓到啊！我操你大爷！哎、欸，好，我杯子还你好不好？你不要生气。你真的不欢迎我的话，你关门。你把他的杯杯带走了，不好意思，我把你的杯杯带走了。你真的很靠杯啊？不是，没有啦，我是说，拍谁啦？我还你好不好？我把全部都给你，把杯杯还给你。还是靠药，哥就被你们气成杯杯了。你真的是讲话非常的好笑呢。哥，你看是这个声音吗？是这个声音的，哥姐大师。不好意思哦，打扰一下。如果这边有好兄弟在这边的话，请给我三个灯。
如果这个声音是你用的话，请给我三个灯。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能我太久没有拿这出来了，没关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拜托一下，不要给我台阶下，好不好？不要这样踩我台，可以吗？拜托一下，好兄弟大哥大姐，好兄弟大哥大姐，拜托一下，不要踩我台，这前三一万多个人在看你，这样子我很没有台阶下啦，拜托一下啦，给我亮一下三个灯，很久没拿出来了，你就亮一下嘛，好不好？这很久没拿了，我今天要去换电池呢，之前都忘记换，它就不亮，我嘛不会懂啊。不好意思哦，刚刚那个门是你打开的话，请给我一个灯。可姐，该要三个灯不给我，要一个灯那就给。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个？不然你们来探啦，可姐我不想探了，不想探了，可姐你们来探，超灵丹。不好意思，我打扰了，好拍谁拍谁。好，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说话，我刚刚跟线上的粉丝说话，不好意思。好，拜托一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边真的有好兄弟的话，可以给我两个灯吗？好不好？三个灯可能对你现在的功力太勉强了，没关系，两个灯，好不好？加油，好，试一点，你发点力，来来，再一点力，再一点力，拜托，再一点，那种感觉，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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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啦，对对对，对，你搬到了，你搬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可是靠腰啊，真的！哎，我叫他加油，他只接两个灯啊！你们发现刚死都不亮两个灯哦，现在他现在就亮，他亮两个灯呢。不好意思哦，如果今天我打扰你的地方，真的不好意思，拍谁拍谁，我拍影片而已。哦，我心存善良，拍谁？哦，不是故意打扰你。那很谢谢你给我两个灯，这份大多恩大德，我感激在心。好、哦，谢谢你六岁，感谢感谢。哥姐的超灵灯很久没有亮两个灯了，我看。不好意思哦，打扰打扰了，打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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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灵灯啊！可见世界上真的有鬼啊！开玩笑啊！你不觉得很玄吗？他这边被锁住了，他看看这看看这边可以进去吗？拍谁哦？拜托锁住哦！拜托锁住，拜托锁住，我就可以下班了，好不好？锁住我就不进去拍了，好不好？拍谁有蓝吧？拜托一下，上个梁啦，好不好？锁一下，今天早点休息回家。为何你还来帮我开这个门？爱你怎么能了？今夜这个门竟然没锁，原来了，门开了。我操你妈呀！我想我赶快下班。有人吗？哦哟！他可以加速开门呢、欸，可是你看有跟他们那个门加速开门吗？我靠呀！拍谁哦，高小姐。有人吗？这好像有人住的感觉呢。看我感觉身体不舒服了。真的真的，这个感觉很不舒服。看，够妖哎！我操！
他这个好像真的是老式的那种建筑呢。隔间要你们睡在这边，你们会睡吗？对不对？线上的隔间应该都会睡，有睡过啦。对，你们那个年代，应该一定睡过啊。是谁？隔间考你们是谁？对不对？我会说他是孙耀威吗？对不对？我根本不认识，那种年代你们才知道啊，好不好？拍谁来电有了吗？我靠腰啊！是这间吗？它是发生在这间吗？靠背啊！跟你讲，柯姐，他的这个家。他这个家人他这一家人呢，当时走的时候很匆忙，你可以看一下，很多家具都没有搬走，对对，相对的，他们家的衣服一定也都没有那个。啊，我是说他们可能临走前要穿衣服啦，对啦，是不是？他们想说衣服没有带走，还要去内特买，还要去优衣库罗买，超领带又浪费钱，对不对？他这家可能是跟我一样客家人啊，龙山沟退换。全部都没，他们的衣服全部搬光，没有把衣服带走了，就要去优衣库咯，去优衣库咯，一次都要花5000块钱，真的啊，超会的，真的一件都没有，我超灵的。我的腰嘞！而且我操，林，但是有人会在这边停车噻？你们把三角锥放在这边，不会是哦？请问你们这一家也是蛮幽默的，你们会把车停在房间噻？对不对？不简单啊，对不对？真的啦，超伟大！而且但给我举个补充原因啦，你仔细看那边。你看，我看看到一个黑影走过去，真的。好想对你说，靠近我 ，baby， 就让我碰到你的怀。拍摄完了，不好意思，因为平常我讲话可能很小声，我想到现在两个大声过来跟你们讲话一下。大姐，我来吗？不好意思哦，打扰一下，我先来探险一下，我怕小时候讲话太小声了。大姐，我来吗？哥姐，你把我脸照那么白，你当我往生是不是？回光返照是啊，超应该啊，对不对？你们在人家屋子里就探险，就好好探险，不要随随便便开玩笑，不尊重，对不对？你不是耍钱啊？这个是蒙鞋，对不对？吊灯就吊灯，超伟大嘞！它这个三合院其实蛮大的哦，感觉逛不完的。你看他时间永远停在10:20，胡服驱天下无道鬼，这驱鬼符呢？隔间你们线上有法师的隔间吗？臭林带，我好像把线上的隔间当各行各业都会看着。线上有没有法师的隔间？这个符是什么符？我平常看的符就是长方形的，它这个符有点大嘞，这个是加大版的噻，这应该有加入 VIP 才会有啦，超威他没加 VIP 都是那种瘦瘦长长的，对不对？这么大一张的我也要，我们家的符都是小张的嘞。别再有了吧。
靠腰，哎，格局这个墙壁粉刷过，哎。有人吗？我操你的！告别啊，哥在这边啊。不好意思哦，打扰一下，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哦，拍影片而已，拍一下就走哦。拍谁拍谁拍谁，如果有打扰的地方，真的不好跟你说声不好意思。这边呢、啊，看我要找到了，找到了。看这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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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不好意思哦，哦，拍影片而已，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拍谁拍谁。够妖的，要不要去看啊？没有，我没有来过这边。这是独家店，这是我第一次来。搞笑嘞！你看他都长灰尘了，这很久以前呢。这灰尘呢？我操！回答我，不好意思哦，对不起，我测试有没有灰尘而已哦，我想摸一下，我想算我们这样是你踩的哦，拍谁拍谁拍谁，我摸一下而已哦，摸一下，我不会摸第二下了，拍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我摸一下而已，我不会再摸第二下了哦，拍谁拍谁啦？靠腰，这回答我想摸一下。是狗狗的项圈吗？没有啦，那是、啊、不是？我不是说你是那个，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澄清一下。好、哦，那不是我讲的，那个是那个不是我讲的，好不好？我也不方便说是谁，而且拜托一下，我真的被气死哦！我就很紧张的，刚刚听到有人在哭了。哎，你不要哭啦，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的。哥姐，要不要上去看？哥姐，我跟你讲哦，你可能拍上去，我如果近拍的话，你可能会不舒服，你会觉得不舒服的。哥姐，先不要看，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要上去看才知道。我要上去看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好不好？哥姐，你不敢看，先不要看，要不要踩上去看？觉得要踩上去看的哥姐，
刷一星，觉得不要了个解刷赞。靠北啊，要不再看看。赶快去打嗝欸，超灵呆啊。哎呀，拍死哟！哎，靠腰啊！看我头好晕哦，我超灵呆，我上来就头晕哦。你看他这边是摩擦的，你不看到？赶紧，你不看，赶紧不要看。我跟你讲，这个头绝对。要硬塞，你要硬塞，因为头发它有它顺，它可能生前用潘婷，哦，它很柔顺，它塞进去的时候是有柱，你知道吗？会滑进去，你知道吗？它这个连我都塞得去，你要不要看我塞看？我跟你讲真的，操你不相信头塞进去，我塞给你看，绝对塞得进。你看它这边是摩擦的痕迹啊，你们看到一条一条，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我这样拍不太明显。我跟你讲，为什么这边有摩擦的痕迹，要不要？因为它上去之后，它一直在挣扎，一定会挣扎，然后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它这边就有摩擦的痕迹。你看它这边皮带，有没有？旁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可是我看到摩擦的痕迹呢，我超会搭啊，而且我刚才有听到哭声呢，真的我刚才听到哭声呢，超会搭。不好意思，我如果今天有打扰你的地方，拍谁？我拍影片而已，如果打扰地方，尽管你们快拍谁，不好意思，我感觉真的很不舒服，超灵呆。他这里那个压迫感很重啊，靠腰。拍谁哦？靠腰，你看，难怪他贴这个。可以，你看，难怪他贴这个。而且他为什么没有贴到门那边啊？他贴那边，他怎么就不合理？哎，我操你大爷！我操！你没听到，你耳根子啊？哎，不好意思，声音是那里传来的。我还是帮你关门啊，声音是那边传来的啊。拍谁哦？五郎吗？可是声音是那边传来的啊，超灵呆啊。哎呦！靠，别东西都有打扰了。哦，打扰，对不起。臭味大的，有没有人呐、啊？隔街周围都还有，哎呦，那边还有一间呐、啊，那边还有一间呐、啊，靠腰啊！
不好意思，我拍影片而已，我不会害你的，我不会害你的哦。拍谁有五郎吗？靠腰哥姐，你看他的喇叭锁上面有露珠呢，一颗一颗的。拍谁？你以为你是我是？不是这些呢。你看，等我现在很紧张欸，我超伟大。欸，不好意思，阿姐啊，哦，跟你讲声求你啊，不是啊，我是讲，哦，拍影片尔，阿姐啊，拍谁哦？但是讲有搅扰你的所在，你搞我回去咧，好不好？好吗？如果有打扰你的地方，我给你抱歉，好不好？在这边他们的厨房啊，你看，你看，他这个是蜘蛛网，你有看到？蜘蛛网，椅子掉地上，哪个椅子掉地上？你说那个上吊的椅子？他在桌上啊，他在地上。没有，我没有踩椅子啊，我那个没有，我没有碰那椅子啊，我就摸那椅子啊，我刚摸那椅子，超连那里面就戳晒了，我还碰那椅子，能看错了吧？超连带，看你们这样讲是要回去拍的，而且哥姐你们看哦，他这边虽然是厨房，超连带，没有他妈瓦斯炉欸，这不简单吧？一个瓦斯炉都没有。跟我扣脸，一个瓦斯都没有，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个椅子我没有碰它，你们可以看错了。可是你们眼干着嘞，要回去看吗？还是我们先拍完这边？这是最后一间，应该是这边最后一间。算了，我们先去看我那个椅子。哥姐，如果要开门回去看到哥姐，哦，可以帮我打999加一吗？真的假的啦？椅子掉下来，怎么可能？我都没听到声音呢。椅子掉下来，椅子无缘会喷下来，对不对？如果椅子真的喷下来啊，超灵呆！靠呀，我会怕呢。真的假的？我讲真的，椅子喷下来，你刚刚有看到椅子喷下来的哥姐，他是怎样？他是直接倒下来，可是我没听到声音呢、啊。你们有听到声音吗？你们刚刚有看到椅子喷下来的哥姐，有看到有人刷一些？靠呀，哥姐，我该看是哪边？怎么可能呢、啊？不好意思哦，那个应粉丝要求，他们说要看椅子有没有喷出来。哦，我又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urprise motherfucker， 拍谁哦？哦，我拍一下就好，好不好？没有，你们看错了啊，真的。那椅子，我操你大爷！我靠背啦！我操回答。我靠我腰，他怎么喷出来没声音的？哎，没声音呢！隔天重点是没声音呢，而且他不是倒在地上哦，我一直以为是倒在地上哎，跟这也太扯了吧！会不会？会不会回去他椅子又跑到桌上？哥姐会不会？你觉得会的哥姐打会。我以为他是掉地上欸，他是站在地上欸。你说他倒，我站上去他倒下来也要有声音啊。我超伟大嘞。给我起鸡皮疙瘩，靠北啊。
不好意思哦，拍影片而已，有人吗？我找你带你够腰了。没人啦、啊，可惜我们不要进去打扰他了啦。我要躲在后面。啊，不是，不好意思，忘记敲门了，拍谁拍谁。不好意思哦，我拍一下，好不好？没人啦、啊。没人啦、啊。不好意思哦，打扰你了，我马上离开哈，马上离开。好，我说我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呐、啊、哈，不好意思，我其他件还没带，我先带笔尖。好，我说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哦，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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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伟大哥，见你们眼睛超灵，但比我还厉啊！剩最后一件，找你了。可惜剩最后一件拍，我们就真的走了，不要再打扰他们了。我讲真的，他们在玩我，操妖啊！他们在玩我啊！哎、欸，他这个门没锁嘞，真的啊？你这样看得到吗？他这门没锁嘞，哎、欸，有两把，真的啊？看我腰，他这应该是他们家长辈的。我操！我靠！我操你呆！我操！我也是靠腰，不要跑，不要跑！我操你呆嘞！我靠腰啊！哎，里面有人吗？哎，来带五大郎吧。不要跑，跑他妈！然后跑到一半，超林带又回来拍的。刚不好意思，刚刚以为你，刚刚你以为我跑掉，你得意很得意是不是？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超林带，我抓到啊！里面没有人呢、欸。拍谁哦？哦，拍影片而已，有人吗？有人不？可惜他的手把都蛮特别的呢。高腰嘞，有人吗？只有拍影片而已哦。哥姐，你看有看到超灵呆，他直接中过好声音，他转椅子直接转向我，看我看着我呢，有看到哥姐摔心超灵呆啊，他哥姐转过来看我呢，卡了，靠呀，一进来就卡，我现在很紧张啊，一进来就卡。不好意思，如果你不欢迎我的话，你再往前移动看看。或者是你转过去，
看我去打嗝，好不舒服哦。可惜你给我看他转过来吗？他可以这么转的。我在想应该是有了猫或者是有老鼠，然后他原本是，我觉得是猫啦，我觉得是以科学角度来讲应该是猫，他坐在上面，他原本在上面休息，他光到有看到该看到有光射进来。阳光照射在我脸上，啊、哦！他突然吓到，直接跳离开。因为有时候我家猫坐这种摇摇椅，他也会跳离开的时候，他椅子就会转。刚才有看到猫吗？而且我说的猫是猫，好不好？没有什么什么。我在拍探险的摩托车经过，他是不会跟我打招呼，是不是破坏气氛？臭味到那边窜起的，这里面没有人啊！是妈祖哎，靠腰，该不会妈祖盖坐椅子上面？不可能啊！无聊吗？靠北啊，没人呢、欸，真是没人啊！哦哟，臭味的人哇哇的，真的没有人啊，可姐，真的没人啊。可惜要空拍这个椅子的，可惜要跟哥姐说一声，要不要空拍？我们空拍一下要不要？看他会不会再继续转？如果他再继续转，超伟大哥就凌云起飙，好不好？超伟大，怎么可能呢？小杰每次空拍的时候都会意外捕捉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哥姐，小杰每次空拍的时候都会意外捕捉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且我觉得那个椅子，他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哦，有打扰的地方真的不好意思，拍谁拍谁。不好意思哦，打扰一下哦，我现在空拍这个椅子到底会不会转哦，拍谁？不好意思，不要再转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坐一下，你让我坐一下，你不要再转了，你不要再，我操！靠背啊！拍谁？对不起哦，我刚才想说坐在上面看你会不会转，结果你真的会转了，
哦，我坐你旁边，隔天我坐在旁边好了，靠背啊。坐错地方，靠腰也不会提，隔天也不会提醒我。还有我坐在那边好久，超伟大，会不会坐到他？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冒犯你的地方拍谁哦？想说你可以再大显神威，可以转一次给我看看吗？打扰了。可惜少年呢？我讲真的，刚刚我突然要转呢、欸。我操你妈呀！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拍谁？有人吗？有人在吗？你看我看到超灵台，不好意思，我前面这边有人吗？有人在的话，可以再出声音吗？好，如果不能的话，那我先喝个汤先。不好意思，嘎牙缝。拍谁哦？今天如果打扰到你的地方，真的很抱歉。拍谁？好，如果刚交流的也说在跟你回去的，拍谁？不好意思。拍谁？假爸，不好意思哦，我先离开了。今天有打扰你的地方，拍谁？拍谁？
全部都没有。你们看那椅子有没有？你们放摆回去。我们看那椅子有没有摆回去？要不要？拍谁哟？有，我刚才留一只给他吃，我留骨头。不是不是，没有了，我也留一只，我差点忘记了。狗咬了，它一直怎么下来的？真的有点扯。我记得是我搬下来的啦，所以可请你不要多心了，好不好？哎呀，拍谁哟？哦。是留一只鸡腿给你吃，答应你的鸡腿要做到，好不好？你吃吃看，如果觉得好吃，给我五星好评。好、哦，感谢你，好、哦，感谢你。拍谁？哦，放这边。哦，不好意思哈、哦，如果觉得好吃的话，希望你可以保佑小鸡的鸡汤大卖，好不好？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很好吃啊。哦，那不知道你吃不吃得到，你吃吃看。哦，感谢。哦，我离开了。可姐，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小鸡以后开播的话，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哦，可姐，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小鸡的YouTube 频道，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好，你们到这个界面哦，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开启小铃铛。这个小铃铛一开呢，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